我真的没办法再跟你相处了。手术伤要不要包一下？不用。你不要这样嘛！我现在叫他们停止查你啊！来不及了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信任了。你不信任我，那我不要信任你啊！我怎么知道在查你？你有想过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自己心知肚明哦，你不要逼我法律途径解决哦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对不起你啊？结果，伤成这样，哇！干嘛？痛啊！你是没被捅过的，现在知道痛啊？你以为你不止小霸王啊？志飞哥，你没事吧？如果你怎么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没什么怎么办啦、啊，你不用太担心。刚医生已经说了，这就缝一缝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哎，我打人手腕也有拐到啊，他只是包比较大包，好不好？好棒哦，好棒！那你跟隔壁那个比好了，他都脑震荡，你要不要来一下？对不对？看他样子，应该死不了了。小姐。小姐，喂，不用担心啦，因为人我都带走了。喂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不起。你也知道你害的。喂喂，嗯，你去请一下医生来看一下他。嗯，好。没事。不要动，陪他去啊。我陪你去啊。你死不了吧？我等一下要不要帮我擦背？帮我擦好吗？我很抽痰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那？哦，其实我们是一个侦探社，我们受委托调查你老板是不是喜欢你。不是吗？你们怎么会怀疑我？其实圆圆喜欢啊、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的伤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有。我们要明天再来。我守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动静。不行啊！刚刚派人进去了，而且我联络过关医生，他说他还不在家，唯一有可能就是来这里。再等一下，他等下就来。真有钱。
是不是？飞哥，你好厉害。所以你们都查到了。嗯。柯林晨，等一下，不管你看到什么状况，你一定要冷静。好，或许看到答案，我就死了这条心了。我准备好了，开吧。不用证据。高太太，明白。我去看高安怎么发生的出事，记得拍照。放手！走走，滚！走走走。高先生，啥？高先生，这白哥怎么办？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是他来撞我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哦。喂，救护车吗？我这边在国父纪念馆一号出口，这边有发生车祸，你们赶快来。
我受够了，我要搬出去住。雨润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生气了，雨润。高先生，高先生，你还好吗？1931号房的病人醒了，请医生进来一下。高先生，我怎么变这样？别紧张，你被车撞了，只有左脚轻微骨折，然后有点轻微脑震荡而已，没什么大碍。我这边躺多久？2天了。哦，对，他，我老婆呢？送你来的好像是一位先生跟小姐耶，他好像姓段的样子。是哦。高先生。高先生，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也要。志飞哥。肚子不饿吗？你怎么都没有夹菜吃啊？我就心情不好，吃不太下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心情不好啊？我们破案嘞，你应该要开心哎。是啊，可是你不觉得？高兴跟圆圆，虽然他们两个是相爱的，但是他们爱的方式不对。那我们今天帮他破了这个案子，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，怪怪的。可是你要想哦，我们让事情圆满嘞，这样他们两个都不会再互相折磨啦。哦，踹啊来，哎踹踹，一踹踹，以前忘不掉的事情哦，统统把他抓出来。阿弟啊，你去煮煮吃吃。啊，这个好啊！你们听过喜鹊叫的声音？没有。咩咩咩！真的吗？差不多就这样子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美好的事情哦，也许它的过程或是它的声音并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呢，牛郎跟织女哦，每一年。都会在鹊桥上面见面。这个我知道。哎，好美哦。所以这意思就是说，高进跟圆圆，他们是一种另类的圆满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老板，我会尽力的。不会，都是你菜。那你们有发现一件事？就是一棒，是真的超大。dirty， 哦，这个 dirty 如果放对地方，就会变成得体。像我一样，老板你懂我。懂吧？谢谢老板爷。来，老板。
你是来安慰我还是在嘲笑我？对不起，你真的很对不起。但是圆圆，他还是很难过。他不知道我会来，只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来给你道个歉。你道完歉，我还是会告你。圆圆他真的很在乎你，他一直都把你当成家人。你为什么不能从家人的角度去想一想，你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？你好好想想吧。我相信不管有没有我，都会有别人来取代你。只能怪你们是结婚后才认识彼此的，想太多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高先生，你看，我准备了什么东西给你。这是你最喜欢的公仔啊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还有第一次约会跟最爱吃的餐厅，还有好多好多地方要去。小姐，接下来要去哪里？儿童乐园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怎么没有想到是段之飞？这案子不用查了。哈？不用查了？都给段之飞给破了。他很厉害耶，我们查那么久都没查到。帮我约段之飞。是小娜姐。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么难的案子你也能破。嗯，既然我们是同行，那之前是就一笔勾销了，以后还是可以互通有无啊。其实你的事情我有听说过一些了，我跟你一样，嫉恶如仇，我最讨厌欺骗的人。你为什么要做这行？命运的安排啊。好啦，反正也没什么好丢脸的。我呢，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帅的男朋友。啊？我一直觉得我会嫁给他，结果他竟然劈腿被我抓到，还不承认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决定要把这些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败类全部都抓起来，这就是我的理由。你做这样做多久？家打工快八年了。八年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大二啊。大二。那听说高先生出车祸，他还好吗？身体的伤是还好，
但心里我就不知道。其实你可以自己起来走走看啊。我不要。自己起来走走看嘛。我不想走。我不想回家。来，站起来，你可以的，相信我，你可以的，站起来，医生说你可以的，我也相信你可以的，站起来。哎，我真的可以站起来，我真的站起来嘞！对啊，哎，原来你比我还矮啊！对啊，你现在才知道。这件事情以后，我很难过，我的心缺了一块。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摊开之后，我的担子就会减轻，我就可以勇敢去追求我爱的。但后来发现，其实那块是你。这几年下来，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虽然我们有很多地方不合，但除了爱情之外，你其实是我很重要的精神支柱。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家人，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些是我们一起去过的每个地方。如果我们要有个结束，那我必须要从开始的地方把我们失去的东西拼凑起来。这158张照片，你看看，希望你也可以得到答案。决定权在你手上，月月。这是这一次的委托费用啊，其实不急，你方便的时候再拿过来就好了。不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其实我本来打算用汇的，但是我在家想了一下之后，我决定亲自交给你们，因为我真的很感谢你们。虽然说我失去一段婚姻，但是我现在有更美好的人生了。你的礼物忘记拿了。谢谢。来。只是朋友，只是朋友啦。那我们还有点事情，先走了。哦，谢谢哦。可以吃饭了。
不起，我马上擦，我马上擦。是先给我擦的，给我用品。是先给我舔的，给我舔啊！谢谢。那个，吴妈妈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是失踪人口，你应该要去找警察。你怎么会找到我们侦探社？因为我女儿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是很懂，你要不要从头到尾讲一次？五年前，我女儿嫁给现在的老公，他们两个感情本来很好，但是后来因为都生不出小孩，就常常吵架，渐渐的也不说话了。可怕的是，那个人出现了。哎，老板娘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知道啦，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，我已经释出善意了，哎，但他就是没有回应啊，而且都已经半年了。哎，好啦，我先忙一下，之后再打给你。好，拜拜。你的150，对，收你200，找你50块钱。请问怎么了吗？其实我是帮人看相的。最近你是不是有些烦恼？不好意思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算个卦。到了。我累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所以，你女儿后来就跟那个人跑了吗？你要不要让人家把话先说完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继续。后来那个男的就常常去我女儿的店里吃东西，我女儿就是太单纯了，怎么可能防备他？
老板娘，多少？哦，我看一下啊，你的是200。嗯，刚好。谢谢啊。最近客人好像变得比较少一点啊。哦，对啊，最近就在放连假嘛，哦，所以大家都跑出去玩，而且你看，附近的公司也都没上班啊。原来如此。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想不想聊一下你家庭的问题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你一些忙。看你样子，感情问题蛮严重的。你真的看得出来？你的面相，鼻梁太高，对老公不好。还有，你耳朵一高一低，注定跟亲密的人会有距离。看你自己，想不想聊一下？那。如果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会帮我保密吗？这你放心，这是因为我们有缘分，所以我才会帮你的。其实我老公已经半年都没有碰我了。我算的没错。你被脏东西缠住了，会有点麻烦。怎么办啊？我可以帮你开坛，只要你诚心，